我要赶去车头啦，阮迄口林佳怡哦，昨晚离家出走呢。不管你紧地吼，我拢有代志甲你抓转来啦。特别拢安尼大主大义叫人提物件给我。你奇怪呢？就甲你讲我唔知影啦。佳怡，妈生病了。妈，你叫我来看什么医生啊？你破病啊啦！我讲我破病，你试看卖哦。我只看病哦，其实就是头壳歹去啊，无救啊啦。金鱼妈妈，4月25日晚上11点，中天娱乐台。